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六集《幽冥路》。那这一集的主线关卡是宝铁叉丰都退天龙。观音嫩年十多年过去，东海龙宫神将会两帮合二为一，蜕变为打着判罪绝业斩阴断阳旗号的丰都，吸收大大小小的沿海帮派，外抗倭寇，内防朝廷，赢得不少下层百姓的支持，俨然成为割据于东南方的一大军事势力。某日，一名远从苗疆而来的老者到东海分舵，与此同时，雾茫茫的海上，巨大的黑影若隐若现。帮主，帮主，外头有个苗族胖老儿来寻你啊！这胖老儿可真神通广大，苗族那么远的地方也找不过来，莫不是千里眼、顺风耳？怎么丰都杀光放火，要求出是哪些果官和倭寇勾结？如今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你们两个从哪里搞来这副无常装扮？哈！文大人，你瞧，阎帮主和几个大哥大姐都特地换了新衣。既然咱们这帮派叫丰都，咱们又姓常，扮作这黑白无常，既是合情合理了。这就叫与时俱进，入境随俗。哈哈，长官，这两个小子一直是这样吗？这两兄弟在我手下办事一向认真，就是话多了些。你们方才说有个苗人找过来，让他进来。知道啦。云南铁叉会阿庞拜见丰都阎帮主，你不惜远道而来，想必是有要事相求。是，阿庞听闻丰都乃是南方汉人最大的帮派，阿庞的铁叉会现在面临大敌。阿庞再次请求阎帮主出兵援助阿庞，保卫家园。这位阿庞兄，您且说说看是什么大敌？是谁要来打你的铁叉会？是西北天都峰上的天龙教。天龙教，大哥，天龙教教主龙王力苍龙的武功，据说是当今天下第一人。咱们与天龙教素无纠葛。如今黑种罗王和朝廷都还未摆平，若是无故再树强敌。阎帮主竟然听阿庞一言，龙王近几年力图扩大天龙教的影响力，可阿庞知道龙王不过将手下作为工具，更不把阿庞这些西南外族当人看，其左右手玄冥子更是我族领无法原谅的恶徒，此人既有苗族古术，阿庞已有数位族人惨遭其毒手，便那恶毒捉去捏成毒株。阿庞听过阎帮主急事仗力，恳请帮主救救阿庞族人们的性命。此事待我和弟兄们。帮主不好了，有艘大黑船方才靠上了分舵港口。你们搞什么鬼？这么容易就能来路不明的船靠岸？顶舵主，简直无大，那黑船突然便从大雾中出现。哼，海龙王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。众人惊诧之间，一名身著伟人华服的俊美男子，率领一众黑衣忍者大摇大摆走进正殿之中。黑种罗王，哦，奴便是丰都的阎罗王吗？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放心吧，海龙王，本座不是点倒了奴的手下，没伤着他们的性命。嘿，你这窝贼，咱们没去找你，你倒自个送上门来。哼，阎罗王，本座来此是要还你三两件钥匙，不过在此之前，希望你能先拴好自家的狗儿。你混账东西！罗刹自身后抽出牙角枪，怀光一抖，挺枪便往黑种罗网刺去。黑种罗网一声惊叫，吱吱数声，只见数枚细小失误分上罗刹几处穴道射去。麻莲的，
说时迟那时快，阎罗当当出鞘，脱手飞出，但听得叮叮声，绝不逾耳。一柄单刀竟从极其巧妙的位置飞入黑种罗网和罗刹之间，将空中那些细小事物全数击落。待众人定睛一看，却是素梅银针。主公，哼，黑种罗网暗器没能牵住罗刹，相间已是刺到面前，只得闪身后退。先前避开这伤，虽是神色依旧，但见他衣带飘然，法丝微乱，对他而言已是颇为狼狈。黑种罗，讲错了，阎罗王，这便是奴风露的待客之道吗？黑种罗王语音刚落，又听吱吱书声，却是他发针即将阎罗那柄从他身后飞回的单刀，当当起身，单刀不偏不倚插进阎罗和黑种罗王间的地砖。罗刹，哼，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受他怠慢也是应该。你有何要死，何不直接明说？罢了，起码也让本座看奴役露了一手好功夫，也算是没看错人。阎罗，本座是来找鲁三娘合作的。合作？哼，窝着，我们和你没什么好谈。在本座耐心用完之前，你最好管好你的嘴巴，海龙王。你，老广，咱们让他把话说完吧。阎罗，如多年前日日骚扰本座的船队。本座本单如沿海小派，小打小闹，不多做理会。可近几年奴的势力做大，不但变本加厉杀人夺船，还屡屡破坏本座与奴中原朝廷的联系，越来越是令本座头疼。因此本座决定转移目标。哦，可真是令阎王惊讶，你不来思考如何反攻咱们，却选择转移目标。阎罗王，将敌人不费一兵一卒消灭无形，远比发兵轻功来的划算多了吧？本座这个新目标在奴中原南方一个名叫孔雀王朝的小国，虽说凭本座目前手上的兵力要攻下这个国家是绰绰有余，可本座做事下来喜欢考虑到所有状况。这孔雀王朝之中有本座想要拿到的东西，偏偏这东西即便在本座攻下孔雀王朝之后还是极有可能溜掉。你想让咱们替你抓住这东西是也不是？不愧是黑种阎罗王，马上便明白本座的意图。如丰都只需埋伏在云南，将那些自孔雀王朝逃出的残兵败将申请之后交予本座，本座不但会准备丰厚的报酬，今后也不会再骚扰你汉人野海，如何？对卢来说可是比划算的交易吧。帮主，多少弟兄丧命在这些窝贼手里，怎么可以不替他们报仇，反而与这些窝贼结盟？不错，黑种罗王，你这些年来杀我丰都多少弟兄，今日只想以这么一纸合约来蒙混过去吗？哦，阎罗王，本座的诚意自然不止于此。哥哥也拿给一带过来。嗨，黑种罗王一声令下，只见以大镶金装备忍者们搬进了大殿，另外还有数名被蒙着头套忍者一同被五花大绑地压到大殿上。此处金装万两，全座事前拥紧，事成之后本座再谢奴丰都三倍酬劳。三倍？另外这几位是本座手下过去与卢丰都交战最是激烈的头领，骁勇善战，杀敌无数，可惜他们不同意本座与卢合作的方针，愚蠢地向本座发起的反乱，现在本座将他们交与卢处理，要杀要剐皆随卢高兴。你这个幕后首脑，那戴罪羔羊替你受命倒是挺方便的嘛。臭水蛇说得好，窝贼，何不先送上你自个人头？阎罗王，本座等着奴答复，奴是接受还是不接受？判官，将这名倭人带到弟兄们的坟前，就地处斩，祭奠他们在天之意。本官明白了。房主，
不愧是阎罗王，果然明事理，小大师。那么本座就先行一步，尽在如风都的表现了。黑手龙王满意一笑，衣袖一挥，领着手下忍者踏出了分舵。帮主，你为何？你连大胡子，你全忘了吗？咱们和这个黑种龙王都干了这么多年，真的和他联手？你们两个傻子，看看海上，众人放眼望去，东海之上密密麻麻的黑船在浓雾中若隐若现，光是能见到的大小舰队加起来便有百艘船舰，正绕过东海分舵，缓缓朝南方驶去。这倭贼的舰队，竟有这么大的规模，这八成便是那黑种龙王要来攻打孔雀王朝的舰队。方才要不是帮主同意那家伙的条件，只怕当下便会先灭了咱们。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，仍旧不及这上倭贼的势力吗？根据莫妹子这几个月探查到的情报，此人几乎控制东瀛全境的领主，已成为实际掌控东瀛的幕府将军，就连东瀛的天皇也受其挟持。咱们这些年面对的一直都是他东瀛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。你们和这么强大的家伙跪烫了这么多年，帮主，事已半途，那些倭人俘虏已全数出斩，那些海上的黑船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。宦官孟婆、黑白无常，你们四人随野某前往支援铁砂会。是，遵命。阎罗出巡，小鬼随行。啊，阎帮主答应了阿庞的请求，天龙教野心勃勃，放任你铁砂会给那些西域异人占据，早晚亦会令我丰都被腹背受敌。如今咱们既同意了黑种罗王的条件，阎某也能缓出手来帮你一把。谢帮主。敖广罗刹，你们俩留在东海神枪会两分舵驻守，提高警觉，持续派遣人员监视海上的状况。若黑种罗王那时有不轨之举，立刻发信鸽通知咱们，包在老子身上。小子，怎么走？我知道了，帮主一路小心。弟兄们，那些西域外人的罪业便由我们丰都来审判，出发。哦，这集剧情超级长。哦，好，我们的人已经好，我们人已经在上面了，所以我们就分配一下我们的步骤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玄冥子就是这里吗？林富华，铁砂会遍布珍稀毒虫，若是能将之收归体下，不但能扩张我天龙教的势力，对富华的毒素修为肯定是大有益处。不错，玄冥子，想不到你会愿意将此地的讯息分享于我。待我们攻下此地，我会在教主面前勉言你几句，此处毒虫可分你一些。咱们彼此交流，精进精进。谢护法，一切都是为我天龙教的宏图霸业。嘿，我铁砂会的勇士岂会屈服在你们这些杀人炼毒的邪教之下？阿庞，我天龙教如日中天，到现在还认不清大师吗？嘿，垂死挣扎罢了，还找这些鬼模鬼样的外人来帮忙，以为这样就能逃出我天龙教的魔掌吗？帮主，这两个魔头，一个便是阿庞提到的玄冥子，出生自逍遥谷，另一个乃是八部之一的魔呼罗家，这两人都在天龙教中死如的好手。哦，想不到已将咱们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，这鬼魔鬼样的打扮，想来只能是近几年来声名鹊起的丰都吧。天龙教亲门踏户，妙事妄杀苗人，罪孽深重，阎某今日便要好好治你们杀人炼毒之罪。双神弄鬼，还真当自己是阎罗王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小子们都给我上！众将听令，随阎某拿下这些罪人。尔等罪业将由本官详细记录在这生死簿上，束手就擒。阳寿已尽，无常宿命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阿庞的招式好了。直线大上行。乖孙女，咱们如今有丰都做靠山，往后可有好日子过呢。好，我听不懂。苗王族铁砂部首领。OK，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。乖孙女，咱们如今乖孙女，乖孙女，乖孙女，咱们如今有丰都做靠山，往后可有好日子过呢。很多人活起的时候不晓得珍惜过的性命，但死的时候才晓得后悔。红彩七变。噔噔噔噔噔。距离两个，善行一个，不醉拳吗？距离一个，天鬼正欲，这招不是水上判的招式吗？冰心剑法，第一战是什么？话人是活着的鬼，鬼是死了的人。孟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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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麻绳好像可以抓这些小子。无瑕子教你的都是些舞蹈，真正杀人的武学你还没见识过。麻绳可以抓这些这个剧情人物，可是抓中的几率不知道高不高，而且我现在麻绳只剩一个，还是先不要抓好了。不会抓到他们也是蛮爽的一件事啊。好像打不到他，好像打不太到。先把他赢下来。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并且杀了你，杀了你。漂亮小翠儿，今天就算是你长了翅膀，脚踩跟斗云，也是逃不出本官手掌心的。
这招式好像是看过了，就很一般般啊。死亡宣告。神农继续。快了！可恶，竟然将我逼到如此境地！遇上了麻烦吗？罗护法，玄冥子道长。区区一个苗人部落也摆不平。罗护法需要一些协助吗？瞧他如此狼狈，还需要多问吗？老夫也能理解你们两求功心切。本来以为你们联手已是绰绰有余，看来是有些高估于你们。你们什么时候？别会说矣，那不是教主的命令，咱们可不想到这来和你瞎搅和。哼，以为不知道教主你们上次出击的事吗？罗护法，别露出那个表情嘛！夜叉姐姐可是会越来越看不上你的。嘿，你们要帮忙就给我赶紧上，别在那啰里吧嗦的。既是如此，这场子便让与各位老道我在旁替你们料阵也好。整天窝在那天都府上，也许久没活动筋骨。哎，要跟这帮鬼模鬼样的家伙对打，真是瞧得我眼睛都疼。这毒虫又多，瘴气也臭不可闻。婆歇罗，赶紧办完事回天都峰去。丰都是吧？都活了这么多年。你们这些鬼差能否将老夫的魂魄勾走？老夫可是很期待的很。怎么人突然变这么多？啊，螃蟹太少了，先跳过去。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和气生财嘛。哎呀呀呀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，不小心手滑了，痛吗？谈事无情以夺情，夺情无情皆损伤。自在天。谈事无情以夺情，谈事无情以夺情，夺情无情皆损伤。有两下子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们了。开玩笑，你们这么强。这不是太极剑法吗？风毒，这回先放过你们，敢挡和我天龙教作对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放过我们嘞。蚕丝八爪。原来这边是风毒的实力，老夫这是给予我脸面。不过下次可以就没那么容易让你们得手。
讲那么多屁话。血是不是？糟糕！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但可以解决你。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掉苟且，毫无作为，就是愧对父母生育之恩。没有念力了。那肉包子这么多个。在你死前能见到我这如此俊美的面孔，也是值了。值你脑部啊！
噔噔噔噔噔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没什么，没什么了，没什么那个人可以选可以打了，快用完了。被烧死阿庞应该是不能死吧，我没有仔细看，年轻人不要那么冲动，和气生财嘛。哎呀呀呀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，不小心手滑了，痛吗？痛吗？砍死你们这些王八蛋！螳螂拳，好痛哦！躲掉！冰封怒号，等拍到，躲掉。阿庞，还好阿庞死掉没关系。哇，这次有点难打。冇改变呢个世道嘅雄心，终归只能系冲撞野夫啊！我觉得花中雅士这个我要拿掉，因为它会弄内力去吸我的伤害，但我内力又不够。哼，你们这
些妖魔鬼怪竟然对我美丽的脸庞下这么重手，你们嚣张不了太久，教主会将你们通通化为烈日下的灰烬。好娘炮啊这个人。喂，海妹海妹，时候未到，老夫长命百岁，命不改绝，今天就陪你们到这了。又霸主，下雨了。你们可是蛮狠，这身味道要洗掉，可要花好一番功夫。下次见面不会轻易放过你们呢。哦，白无常被意乱情迷了啦，麻烦死了，躲个屁哦。霸体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啊，孟婆，人快死光光了。我们文大人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惧怕你们这些小贼？三个人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们文大人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惧怕你们这些小贼？来了，以某啲几年嚟苦无敌手，诸位有何本事，即管使出嚟啦！开始。好的风度，今晚没能讨论好，咱们下回再分胜负。超难打了，超难打。嘿嘿，宝头鼠窜，嘿嘿，桃子夭夭。帮主，友谊顺利击退敌人，左翼这边也撤退了。做得好，清点各部死伤，立刻救治伤患。成功了，族人们，我们成功击退铁龙教了。祖灵庇佑，如果不是族长为我们带来风度援军，我们肯定。伟大的祖灵，请你替我们召唤今日死去的族人，指引他们灵魂的去路。阎帮主，请务必拿安帕和族人继续追随你。阎罗王，请你和我伟大的祖灵一同庇护我们。阿庞，还有铁超会的各位族人，你们可下定决心要与我们丰都共进退了。是，阎帮主替阿庞击退天龙教，阿庞和铁叉会的勇士们今后都会为丰都效力，反抗天龙邪教。好，孟面子，拿汤来。只见孟婆微微欠身，端上一碗烈酒交与阎罗，底下铁叉会族人亦从鬼众手中各自接过烈酒。当了孟婆汤，所有丰都犯罪绝业
神鹰断阳。铁茶会阿庞，愿随丰都判罪绝业，神鹰断阳。判罪绝业，神鹰断阳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便是丰都的牛头。阿庞，为此地铁叉分舵舵主。谢帮主赐号。各位铁叉分舵的弟兄，好生休养。不久之后还有一场大战，希望各位能助严某一臂之力。铁叉分舵勇士，帮主替我们驱逐了天龙邪教，现在轮到我们替帮主出一份力啊！为帮主出力，为帮主出力。大哥，黑种德王要咱们拦截孔雀王朝残兵，真的会到云南吗？那施教的这人究竟是谁？那黑种罗王记得此人如此看重，想必不会是什么普通的残兵败将。咱们若是成功抓住这人，可以按照约定交给那师。这就得看这人身上究竟藏了什么秘密了。阿黄加入队伍，死了很多人，这几个应该没有屁用吧？好了，先留着。医疗1000，医疗好，绝刀讨伐。OK， 那么这集到这结束啊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评影片的左下方图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